您先歇着吧。哎，我说，你歇着吧，我伺候着。那都不好意思，你可是总管。嗨，总管，总的来说都得管。哎，坐吧，都坐吧。万岁爷都办了叫花子了，哪还有那么多规矩呀？ 万岁爷呀，他可真是饿了。你看他喝粥的时候，稀里糊涂的，一口气儿喝了几碗。万岁爷一气儿啊，喝了四碗，一人一碗，谁也没偏，谁也没像。我光顾看他了，忘了计数了。人人都说，人是衣裳马是鞍，好模样也得有好衣裳拖着衬着，我看也未必。 说的还真是，您瞅啊，主子您还有小桃红，今天办的是普通老百姓，可满大街的人都看。说主子，说我干嘛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咱们万岁爷穿什么都那么俊，嗯。 就是穿叫花子衣服，也看着不一般，威严有气度。都说扮什么像什么，我觉得咱们万岁爷呀，扮什么都不像，他就像万岁爷。就是。在宫里的时候啊，整天想着当个农家妇有多好啊，这真的当了，累的这一关就难过。哎呦，哎呦。 别光顾说话了，还得准备下顿呢。哎，主子，您歇着吧，我去。嗯，好吧。嗯，哎，都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去吧。嗯，今天早上喝的是粥，晚上就不能再喝粥了。咱们一天送两顿，早稀五干。今天下午烙饼、葱油饼，怎么样？ 行了，我去和面去。我做饼。嗯，三德子，你干嘛呢？我切葱。嗯，切葱。嗯。你看，就是这个账本，你看好了。 记住，我放他地方。待我真有被他抓了关起来的那一天，你拿着这个账本去巡按于世龙的大堂上，什么话也不用说，就把这个账本交给他就行了。这过得好好的，怎么会抓您呢？老头儿，老头儿，喊喊喊喊喊什么喊？还是个县令捉奸的呢。 关了这么多天，没有一个为你出血的，原来还惦记着这个月吃你的呢，指望着有个阔亲戚来给你送点东西，好容易来了一帮人，就送了一包煎饼。老头啊，麻烦你帮我制一套纸墨笔砚来，钱你先帮我垫上，等我这个案子了了，我加倍的还你。说的好听，你案子了了，可人没了。 我向谁要钱去？哎，老头儿，啊。 呀，醒了。哦，哦，不发烧了。你昨天呢，病得可真吓人。哎，什么？狮子，从你身上抓的狮子。你说什么？我长狮子了。啊。
长虱子怎么了？长虱子怎么了？哎，长虱子怎么了？杆子说啊，不长虱子没人味儿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杆子说不长虱子没人味儿。有没有人味是以此来判断的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呀。夫子可没这么说过。我长虱子了。哎，你说我有没有人味啊？有。没事了，说会儿话吧。跟你说什么呢？你也是爹娘死了吗？是，我很小的时候爹娘就死了。我也是病死的。不对，狗官宏元道逼死的。那年庄稼不行，我们家没收成，交不起税粮，管家来抓人，爹翻墙跑了，娘被他们抓去，我在后面追着喊，娘受不了了，走到一个乱坟岗撞杯死了，血溅出来，溅在我脸上，哎，你摸，就在这儿呢，打那儿我就得了抽风的毛病。哎，你摸摸，这块是不是比别的地方烫？这是被亲娘的血烙过。那你爹呢？爹看娘死了，他就冲出去跟他们拼命，一刀也被砍死了。我醒了，看见爹娘都躺在身边，风吹着他们一动不动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哭了？啊，朕，啊不，正是，我听不了这个。你听这点事儿也能哭啊？嘿，这儿的人谁不能说出一两件事来？哼，也许你没受过苦吧，提个小事也能哭。这你要在庙里，还不得把你哭死啊？去，谁和你们说了？你们都是铁了心的木头人。嘿，跟他讲没用，跟皇上老儿讲还差不多，让他把贪官都给灭了。可惜啊，皇上是糊涂车子，肯定眼瞎耳聋，流哈喇子，要不他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对，你说的对，他是个糊涂车子。兵部，外蒙古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说，急着跟印旨印真去说，赶着跟报丧似的。慢说，他们俩最多是个亲王，我是皇太子，就是论长幼来说，他们俩也是我的弟弟。不错，万岁爷是让把时政交给老三老四，可是边防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，你们安的什么心呢？来人呐，给兵部徐大人掌嘴。哼，启禀太子，徐大人年事已高，又是两朝重臣，望太子饶恕他一次。别急，每人都有份儿，你们谁惹了我，一个也跑不了。来啊，
动手。慢。不老旁人动手，臣自律吧。报三皇子说，太子着六部大人训话，生了兵部大人的气，现在长嘴呢。什么？兵部老臣徐大人被长嘴了？小的看得真真的。下去下去。这还了得？不行，四弟啊，这事儿咱们得管管。这事儿才不管呢，让他打去，把人心都打没了，到时候不用推了，风一吹就倒了。嗯，都给他记下来，连今天中午他用御膳房的全套家伙事儿，摆御宴都给他记住，回来如实禀报阿玛万岁爷。好，赞哥，别的不怕，阿玛出了京就没有那么安全了，咱们最该防的是他们派人到外边去行事。不会吧，他们怎么会有这种胆子？急不可待，咱们还是看住了城门吧。速把此信交给八府巡案于大人。小时候啊，哪儿想过进宫当主子的事儿？刚刚有点懂事的时候，想自己将来能嫁个文武双全的如意郎君，像戏文里演的那样，举案齐眉，天天官人娘子的叫着，那就是一辈子的福分了。没想到，一顶轿子给抬进了宫里。郎君倒是个文武双全的郎君，娘子却不止一个，每天想见上一面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上的，想见的人多了，几十双眼睛盯着一个人，可他的心又并不在你的身上，他管着一个国家呢，每天早朝夜读，洪德殿南书房，情这个字儿啊，在他心里就只有针尖这么大了，把别人心扎透了，他却又走了。都说我爱吃醋，其实我知道吃得过来吗？这宫里除了太监都是女的，我要真吃醋啊，还不早就酸死了。只是天生这个情字儿撇不开，再怎么也撇不开。这次啊，明着是跟着他出来了，可天天的还是见不着人。那些想跟着出来的还不知怎么羡慕您呢。你是说我不知足？你还没当女人呢，要当上了女人呐，你就知道了，没有知足的时候。亲自下来，险些害死一名好官呢。
见。怎么样？凶杀之气太盛。你说对了，我就是一心想杀人。这，你救什么？救人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个要饭的。你也不是。我还看出来了，你。我怎么样？你不是个。什么？不是个男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看呢？你该不是来青州巡案的？什么？官差吧。你看我像官差吗？啊？哎，官差会是我这个样子吗？哎，让你，哎，那你是什么？我呀，我是专门来叫花子堆中找美人的风流子。洪大人，哎呀，这么晚来干什么？是不是京城来信儿了？没有。我突然想起来，那天送手谕的差人像是宫里的太监。哎，这有什么可说的？像太监的人多得很嘛。不，他像是皇上身边的太监，叫什么？忘了。皇上身边的太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他应该天天跟着皇上嘛。您说的对呀。对什么？我越听越糊涂了。是应该跟在皇上身边。嗯。什么？你是说皇上到了青州了？对，皇上在青州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把皇上都惊动了，这回我们可没有退路了。你为什么只想退路，不想进呢？京城左大人有急信啊。可是要灭九族的事儿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这倒是个机会。京城的消息正好和我们猜的碰上了。洪大人，召所有的官军，各家各户的给我搜查，一定要将此人搜出来。哎，我说左爷啊，这件事儿咱们是不是再想一想啊？这此事万一要是……没有什么可想的了。青州事若查出，从你到阁老大人直至太子，无一人可免。但若把事情翻过来，把那人翻在掌下，太子登基，阁老当为一朝重臣，你高官任坐，骏马得骑呀。这有没有中间的路啊？没有，只有进，没有退。按太子和阁老大人的旨意去办吧。好。快！走！快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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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见得多了，知府，知府算个屁呀！哎，你这话我爱听。好啊，有胆量上我们府堂上说去，看知府大人怎么说。来呀，一禀所长。看你们谁敢碰我！等一下，哟，这位军爷，我们是京里的官眷，请了亲从这里过，你要非让我们去府堂呀？去了一说，知府大人也得派轿给我们送回来，还没有好话给您听，这是一定的。你要隔过我们去下一家。 我这这包银子给几位吃顿宵夜。经理的官眷也不便打搅了，打搅了也不合适啊！松了，松了，松了，松了。是，这儿没有，下一家，走。下一家。 小桃红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手了啊？啥时候学的？没看出来。学，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，知道钱有多大的用处。要不是没有钱，我……你怎么了？不说了，主子，咱回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说出来也没事儿。 等有机会了，我跟万岁爷说说，把你放了；要能放，也连我一起放了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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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！快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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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
觉没法睡了，刚拿钱走了一波，又来了一波，是没完没了了这还，哎，别敲了，来了。哎，哟，万岁爷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，快起来吧，哎，把院门关上，哎，白爷，快。我说万岁爷，您受惊了。万岁爷，一妃，万岁爷，您受惊了。您受惊了，不爱的，不爱的，他们抓叫花子呢。不只是抓叫花子吧，他们全青州城都查起来了，只是不知查什么。哦，朕要查他们，他们倒查起朕来了。
看好结果吧。万岁爷，您可千万得小心呐。哈，这青州城还会比朕上过的战场更险恶吗？放心吧。哎。都说人的命是胎里带来的，贵有贵命，可朕才当了这几天叫花子呀，看着你们这儿的一切，倒有些不习惯了。时时能改变人，这一点都不假呀。来，你们见礼吧。给万岁爷请安。啊，你们起来吧。逸飞啊，你坐吧，坐。你们也坐吧。不敢，不敢。你们这些日子过得可好啊？比宫里不敢说，但比起您来，我们就是在天上了。好，知足就好。今后啊，谁要不知足，就让他到民间过上一段日子，也不用当叫花子，就让他当个普通的农家。早出晚归去伺候二亩地，我看他呀就该知足学好了。劳动，劳动有什么不好？朕看着街上那些担担的挑挑的，实在是比那些闲逛的人身段美了不知多少倍。万岁爷啊，今儿个遗主子也挑挑了，您见着了吗？看见了，美。哎，你们都，用过了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们都，哎呦，万岁爷，您看我这脑子，您是不是饿了？晚上我们可送的是饼，满街没找着您。有个小童病了，我守他来着。万岁爷，您等会儿，我去起火。哎，有现成的吗？有汤，只是个锅底了。啊，没关系，热热就行。我去吧。坐吧，逸飞。法印，你也坐。出门在外啊，就没那么多的礼数了。朕急急忙忙的跑出来，想不通洪元道是不是在查朕。他许没那么大胆吧？哦，只是他身边多了一个索阁老的差官。哦，索阁图也插进来了。嗯，好啊。好，但查出一个洪元道，毕竟小了点儿。哼，好，查谁先不去管他了。朕已查明，青州府有个姓何的师爷，他的手上掌握了洪元道的一应罪证。哎，三德子，法印停止。扎，用钱也好。用事也好，用术也好，速将何师爷手上掌握的证据得手，以求将所牵扯的赃官有一个算一个，务必使其全部归案。遵旨。这种吃法以前没有试过，很有滋味啊。哎，所谓美食还得好胃口。嗯，一点不错。嗯，嗯，怎么了？万岁爷，你吃苦了。哎，不吃苦怎么能拿到赃官的证据啊？啊？
你慢慢吃，吃了洗洗，换身衣服。你慢慢吃，别噎着。不行，朕今天晚上得回去，我住这儿已经不合适了。不是说别的意思啊，我长了一身虱子。啊，虱子！主子，主子，怎么了？主子，虱子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吗？没有。有，没有。啊。人都死到哪儿去了？给我拿点冰块来，我热死了。快点，快点！舒老爷，这去青州送信的人会不会误事儿啊？那是个一顶一的大内高手，有千军万马他也能过得去，这你不必太担心了。你让我的心哪能放得下呀？稍有不慎，就一切都完了。我辅佐你阿玛万岁爷出鳌拜时，他才16岁，他所表现的冷静和智慧可不像你现在这样。早知道我不如我皇阿玛，为什么今天你要帮我而灭他呢？舒老爷，今天话说到这儿了，这也是我多日来一直想不通的一件事。问得好。先辅佐你乃是两朝重臣，我自出鳌拜起为皇上所倚重，到现在已有近40年了。40年来我战功累累，平三藩，破噶尔丹，都有我的战绩，但权重之后必然树敌呀。明珠、徐元文、于世龙等，加上万岁爷，早都对我有所防。早年有术士给我算命，说我有服两位幼主的命。既然有此命，我为何不扶你登上宝座呢？算命的真有此说吗？真有此说。天助我也，天助我也！此次若能把青州的事了了，这江山就是我的了，我就再也不用等了。拿酒来，拿酒来！时候还没到，你安稳些吧。现在还是在宫里，这是你坐的地方吗？你给我下来！啊，讲了几天了，终于讲完了。不过，这个结局不太好。为什么？你想想啊，坏人死了，那好人也死了，那江山社稷交给谁呀？你们那儿的人呐，太重情感，而不重江山。若我，就不会像王子一样，光想着报仇，而把江山弃之一边而不顾。这个我倒没有想到，我们那个国家很小。没有大清江山这么大。
一国之君也没有这么忙。那他们不学孔子的《论语》吗？他们不学。不过我想，下次我可以介绍过去。那他们学什么呢？他们学圣经。哦，三皇子，有什么不妥的吗？说吧。太子在洪德殿与索格老谈完事后大喜，突然大叫：“喝酒，喝酒！”让他喝吧，喝吧。敢跟皇阿玛作对，有他喝的。施主开门，施主开门，施主开门。家中无人，有事到衙门去找吧。阿弥陀佛，女施主，我们是云游四方的僧尼，路过此地，请开门说上一句话吧。阿弥陀佛。您是尼姑吗？我是白云庵的慧明尼姑是也。真和尚没有假尼姑管用。去。阿弥陀佛。啊，最近市面太乱了，所以不敢随便应门，二位师父请见谅。啊，不碍的，不碍的。我们只是路过此地，看见此宅似有凶器，我们想解救一二。呀，真是的，我家老爷前两天也是寝食不安的，说。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那我们还是进去看看。哎，听说尼姑进宅不吉利，您还是在外面候着吧。书房在这儿。这院子里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已看出一二了。阿弥陀佛。师父这边请。看，就在这屋无疑了。我问你，有没有一叠账本？有。在哪？前些天交了。这下坏了。法师，这就没救了吗？不过，我家师爷还有一包东西，说是可以救命的。在哪儿？说不清，大概是药本吧。什么药本都不管用了，救不了了。真有这么厉害吗？师父一定救我。有救，我留下一记在这儿，待何师爷回来以后给他看看，笔墨在哪儿。在这儿，请跟我来。说是在城里抓人，人也抓来了，
弄得鸡飞狗跳，可抓了些什么人呢？啊，连个小毛贼也没有。我一生做事讲究留条后路，哈，这下可好，别说我的后路没有了，连子孙后代的后路都没有了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洪大人过虑了，天塌下来有身长的人顶着，京城里有索阁老，有太子，有众多的一品大员，你怕的是什么？这话听起来不错啊，可是要到了真算账的时候，哼，人家的是人家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不会因为人家的就免了我的账啊。再说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要。要什么？要助太子登位。愁碎，秋天满地花啊，东西是南北是，是是谁当家啊？出了宫进了殿，中间名言变，中间名言变，哎，入了乡随了院，百姓才是，万事明为先，万事。